就比比如何？轻轻吹入我的梦中，将月色慢慢地无。你美丽善良，我每一日难。你今天呢，我让我很感动的是你的同学，他们真的表现得太好了。那个吉他那个萨克斯吹得那么的轻声细语，那么的小心，那么的仔细，那么的细节，就为了衬托你的歌声。但是呢，拍子是掌控在你的手中的，到了你拍子掌控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你拍子就乱了。那你要说他乱了吗？其实不尽然，但是我总觉得你们的年轻就是青春无敌，青春的憨囝、憨囡啊，让我感觉有一种很感动的一种，就是说一个那么的惨烈的吴俊宏，配上了一个这么青春的憨囝，那你说谁赢谁输呢？这根本没有办法去比较，加油。谢老师，谢谢。燕佑呢，这首歌的诠释方式呢，就会让我觉得说，你知道吗？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诠释哦，你真的要彻底、彻底、彻底的了解天荒地老到底是什么，而且要很清晰的画面。你不能又顾这个拍子，又顾要把那个气弄足，然后又要顾这个主题，然后却忘了说，哎。其实你要带领你这个两个同学走上这个画面，啊，就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。你知道，越轻的诠释方式，是要越透彻的画面。